看到这个图片，都会有个感觉，就是圣诞节快到了。都会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说圣诞节快到了。所以从今日开始咧讲嘅题目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所讲的题目，都系咧同圣诞节有关嘅，都是跟圣诞节有关的。如果我哋睇关于圣诞节嘅时候咧，我们看关于圣诞节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咧，原来教会喺一年嘅里边都定为一啲嘅节期。可能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会有定一些的节期。咁咧就喺睇到喺嘅荧幕上边有六个唔同嘅节期。就大家可以看上面有这个六个不同的节期。旧一年嘅开始咧，唔系喺一月。教会的开始不是一月。而系咧喺十二月。是十二月。反而正确啲嚟讲咧，应该系十一月底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十一月底。就喺咧圣诞前嘅四个礼拜。就是圣诞之前的四个礼拜。教会叫做降临节。教会把它叫做降临节。个意思咧就系主耶稣将要降临。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将要降临。咁跟住落嚟嘅咧有两个礼拜咧系叫圣诞期。接下来有两个礼拜是圣诞期。顾名思义咧就系纪念主耶稣嘅降生。顾名思义就是纪念主耶稣的降生。从一月五号开始咧。从一月五号开始。教会咧定为系叫显现期。是显现期。有几个礼拜咧，我哋要纪念主嘅降临。有几个礼拜，我们来纪念主的降临。就系好似咧喺人间要显现咁嘅意思一样。就好像他是在人间显现这样子。接住落嚟就系预苦期。接下来就是预苦期。呢个就系复活节之前。这个是复活节之前。或者应该系受苦节之前嘅四十日。或者应该说是受苦节之前的四十天。是一个安静去默想的一段时间。是一段我们安静去默想的时间。甚至是禁食。甚至是禁食。去准备呢去纪念主的钉十字架。准备去纪念主耶稣钉十字架。之后跟着来的就很明显就是复活了。很明显的接下来就是复活节复活期。复活节不是单是一个礼拜日来庆祝的。复活节不是只是一个礼拜来庆祝。而是一直都是到了圣灵降临之前，而是一直到圣灵降临之前，大概有五十日的时间，大概有五十天的时间，这样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这样子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接下来就是圣灵降临节，接下来就是圣灵降临节，这个的期间就是没有一个规定一个的时间的了，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，就是从圣灵降临节那一天一直到下一个的降临节，就是从圣灵降临节一直到下一个的降临节。教会定这些节期是什么意思的呢？那教会定这些的节期有什么意思呢？就不是说只是我们星期日回来崇拜那么简单，就是说不是我们只是星期天回来崇拜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都在家做灵修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家里灵修的时候，都是按照这些节期，都是按照这些节期要提醒我们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同主要更亲近，让我们跟主更加的亲近，更加的要认识主，更加的来认识主。今天我们开始呢要讲到降临节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降临节的时候，我忽然发觉已经是去了第二个礼拜了，我是发觉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礼拜了。上个礼拜因为没有实体的崇拜，因为上个礼拜没有实体的崇拜，所以呢都没有跟大家去交代这个的节期，所以也没有跟大家来交代这个节期。这个降临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降临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将要降临，就是主耶稣将要降临。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主耶稣未出生之前，意思就是说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，有一段的时间去等待，去迎接他的降临，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等待迎接他的降临，但主耶稣已经降临了，但是主耶稣已经降临了。当我们要纪念他的时候，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，就是你去你要纪念他第二次，你要思想他第二次的降临，我们就来思想他第二次的降临，我们的生命去你要迎接他的第二次的降临，我们的生用生命来迎接他第二次的降临。又分为四个的主日，又分为四个的主日，每个主日呢其实是点一支不同的蜡烛的，就是每一个主日是点一支不同的蜡烛，因为呢就这样点了摆在那里都好像很浪费，所以就没点到，因为就这样点着放那里觉得有点浪费，所以就没有点。第一个主日呢是一个醒悟的意思，第一个主日是醒悟的意思，我们察觉到我们需要主，
我们察觉到我们需要主，所以我们迎接祂的降临，所以我们就迎接祂的降临。第二个主日是悔改，第二个主日是悔改。一个人去到神的面前，就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通常不是说神的恩典赦免了我们的罪，通常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带着罪很难去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带着罪是很难来到神的面前的。所以第二个主日我们思想去悔改，所以第二个主日我们会思想，我们悔改。第三个主日的主题是喜乐，第三个主日主题是喜乐，是很开心的，是很开心的，因为主降临了，因为主降临了，人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，人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，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，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。所以这个主日的所点的蜡烛是浅色的，所以这个主日所点的蜡烛是浅色的。然后最后的第四主日，然后最后第四个主日就是平安，就是平安，主耶稣降生，主耶稣降生带给我们有平安，带给我们平安，这个都是大家所知道的，这个也是大家所知道的。我讲了降临节的意思，我讲了降临节的意思，降临节要提醒我们，降临节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迎接主的降临，我们迎接主的降临，每年我们都这样做，我们每一年都是这样做，但是今年特别，但是今年特别，没有一个这样的气氛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气氛。你看昨日是 Sinterklaas， 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昨天是他们荷兰节日 Sinterklaas。你看那些铺头都没有特别的标志。看一下他们那些外面的店铺也都没有特别的标志。因为疫情的关系。因为疫情的关系。很多东西都是重简啦。很多东西都已经重简了。不是很大事咁庆祝。不是很大件事咁样庆祝。就是没有大事的庆祝。我哋咧亦都政府叫我哋唔好话大家人聚埋一齐。政府也呼吁我们不要聚集在一起。咁我哋点样去提醒我哋关于圣诞节嘅来临呢？那我们怎样去提醒我们关于圣诞节的来临呢？我哋翻到去圣经嘅里边。我们回到圣经里面。去思想一下。来思想一下。圣经点样去描写主耶稣基督嘅降临？圣经怎样去描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呢？然后将呢个嘅信息放喺我哋今日嘅生活嘅里边。然后将这个信息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。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记载在两卷的福音书里面，记载在两卷的福音书里面，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，是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。在路加福音的里面，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路加描写天使向一班的牧羊人报告这个信息，路加描写了天使向一般的牧羊人报告了这样的消息。在马太福音的里面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马太就用一些博学之士，这马太就用一些博学之士，或者旧的翻译叫博士，或者旧的翻译为博士，你很尊贵的一些人，是一些很尊贵的人，他们老远的走来朝拜主耶稣，他们从路途遥远的地方来朝拜主耶稣，或者会问为什么是这些人呢？又或者会问为什么是这些人呢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是默默无声的，其实是默默无声的，他的亲生父母都是穷等人家，他的那个亲生的父母都是穷苦人家，而且因为要离乡别井去到伯利恒，而且要离乡背井来到伯利恒，更加是没有地方要在一个马槽里面要栖身，所以更加因为没有地方住，还要在马槽里面栖身。所以记载他的出生的事迹不是很多。所以记载他出生的事迹不是很多。但是为什么需要讲给牧羊人听呢？但是为什么要讲给牧羊人听呢？天上面的星为什么要向这些博士来显现呢？为什么天上的星要向这些博士来显现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？当这样来记载的时候，当这样子来记载的时候，当然有它的意思，当然是有它的意思的。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主的说话，主的话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好牧人，所以天使向这帮牧羊人来报信，所以天使就向这帮牧羊人来报信。主耶稣他的身份是万王之王，主耶稣他的身份是万王之王，所以他的出生的事迹，所以他出生的事迹，就连远方东方的一些博士，就连那些远方的博士都知道，都知道，都要来寻找这位的万王之王，都要来寻找这位万王之王。我看到这两批的人，我
看到这两批人有个共同的特色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他们寻找主，他们来寻找主。我们就是从这个题目来思想，我们再从这个题目来思想这两段很熟悉的经文，这两段很熟的经文，我们呢太熟了，但是我们都要读一读它，我们是很熟了，但我们都要读一读。所以我们第一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记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记载。请下学友来和我们读出来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人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。他们急忙去了，找到玛利亚和约瑟，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他们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到的就是天使向这帮牧羊人报信。很多时候我们注意的就是天使向这帮牧羊人报信。我们比较少看的就是当这帮牧羊人听到的信息之后，我们 比较少看的是这帮牧羊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做了什么呢？他们做了什么？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他们所做的就是去寻找这个主。他们所做的就是去寻找这位的主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诞生了一个 baby，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刚刚生下一个小婴孩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会好像牧羊人那样赶快去看一下。我们应该也会像这些牧羊人一样，我们都会赶忙的去看。但是这几个的牧羊人他们这样去做，但是这几个牧羊人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只是单单一些好奇，是不是只是单单因为好奇？我相信他们不只是这样，我相信他们不单单是这样的，因为天使向他们报信，因为天使向他们报信这么重要的信息，这么重要的信息，所以他们很急忙 去看一下这件发生的事，所以他们就很急忙的想要去看一下这件要发生的事情。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彼此商量，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彼此商量，就是要去伯利恒了，就是要去伯利恒。如果我们细读这段的圣经，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的经文，我们知道这帮牧羊人当时在旷野，在伯利恒的旷野，我们知道这帮牧羊人他们 当时是在伯利恒的旷野，所以其实呢距离伯利恒的市中心可能是很近的，所以距离是很近的，其实就是说他们距离当时那个伯利恒是不是应该是很近的，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来的，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但是他们那种的愿意去遵从，但是他们这种愿意遵从，当他接受了天使所报的信息，当他们接受了天使所报给他们的信息，他们愿意花点时间去证实这件事，他们愿意花一点时间来证实这件事，这样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，他们这样做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去亲近神，很多时候我们来亲近神，神有很多事告诉我们听的，神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们，但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之后，但是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之后，我们没有像牧羊人那样去证实这件事，我们没有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去证实这些事情，或者更重要的就是去遵从神对他们的吩咐，或者是更重要的是去遵从神的吩咐，他们是这样做了，他们是这样做了。第二，唔单系佢哋去。第二，他们不单是去。圣经话俾我听，佢哋急忙咁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急忙去了。嗰个 baby 已经出生咗啦。那个婴孩已经出生了。迟两日都唔迟啊。再过两天也不算迟啊。而家佢哋喺度看紧羊。他们现在已经正在看着羊群。咁唔通抌低啲羊，即刻走嘅咩？难道就这样子？丢下那些羊群不管了就走了吗？可能这样也都不可能的，可能这也不是很有可能，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，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。圣经说他们急忙立刻去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急忙，他们就立刻就去了，不会延迟的，没有延迟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样东西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呢？神吩咐我们的，神吩咐我们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推三推四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推三阻四的，迟啲先啦，晚一点啦，等我得闲啲先啦，等我有空啦，我哋从呢个牧羊人嘅身上边，我们从这个牧羊人身上，我睇到佢哋系急忙嘅去遵从神，我们看到他们是急忙的去遵从神，当我哋咁样去做嘅时候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圣经话佢哋得到满足啦，
圣经说他们得到满足了，他们找到，他们找到了，看到这个 baby， 看到了这个婴孩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，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一个寻找神的人，一个寻找神的人，神是承诺，神是应许，神有承诺，神是应许，他们一定得到满足，他一定会得到满足，一定会找得到的，一定会找得到的。最后他们有一个动作，最后他们有一个动作，就传开去，就是传开去，为这件事来作见证，是为这件事做见证。对于一些历史有研究的圣经学者，对历史有研究的一些圣经的学者，他告诉我们，这些牧羊人是一些很低下阶层的人，就告诉我们这些牧羊人是处于一种很低下层的那些人，所以他们讲的东西不值得信的，所以他们讲的话是不值得人信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，但是那些学者说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，但这些学者是这样说的。所以这些牧羊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，所以这些牧羊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，或者因为人家不信，或者因为他人们不相信，他就看完之后就算了，然后他们自己看到了就算了，他是传开去，他们是把他给传开了，为主来做见证，为主来做见证。这个是不是都是值得向我们去提醒的呢？这个是不是也值得提醒我们呢？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他们的经历，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他们的经历，我们又再来看看这些博士的经历，我们又再来看看这些博士的经历。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这么说，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这样说的，就是第一第二节的就告诉我们，在第二章第一节这样说，在希律王做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来拜他。”然后到第九节，忽然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在他前面引导他们，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，就非常欢喜，进了房子。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木料作为礼物献给他。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记载，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记载，一个很美丽的故事，一个很美丽的故事，从远方来的几位的博士，就从远方来的几个博士，有人说三位，有人说是三个，有人甚至将名字加在他们那里面，甚至有些人把名字加了进去，甚至有些人说他找到他的骸骨，甚至有人说他找到了他们的骸骨，装在科隆的大教堂里面，放在科隆的大教堂里面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，但我们今天不是看这些，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来看这些，我们看这几个博士来到，我们来看这几个博士，正如一帮牧羊人一样，正如这帮的牧羊人一样，他们同样是寻找主耶稣，他们同样是来寻找主耶稣。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是不辞劳苦的来，他们是不辞劳苦的来。这些的博士其实是什么人呢？这些博士到底其实是什么人呢？所指的东方是哪里呢？所指的东方到底是在哪里呢？有很多的解释，有很多的解释，有些人甚至说东方 是中国，有些人说甚至说这是中国，这个可能即比较没什么可能了，这比较没有可能的，因为中国的土地距离中东的地方有几千公里，因为中国的土地离他们中东有几千公里，就行几年都没行不到的，就算走几年也走不到。有些人就说他们是靠近是波斯，现代的波斯的附近，有人说他们应该是靠近原来波斯的地方，所以来都是大概是个零月这样的行程，所以他们来大概也只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但无论是怎样都好，但无论是怎么样都好，他们愿意放低他们的劳苦，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劳苦，放低他们的工作，就是放下他们的工作，来到一个远的地方，就为了要看一看这个降生的王，来到这里就是想看一看这位新降生的王，他们那个的诚心，他们的诚意是 很值得我们 去欣赏的，是他们的诚心，他们的诚意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。当我们只是看到一粒星，他们只是看到一颗星，就心里面就产生一种敬畏，一种追寻的心，他们就产生一种敬畏，一种追寻的心。
不辞劳苦嘅去寻找呢位嘅主，不辞劳苦的来去寻找这位的主。今日我哋嚟到教会去嚟敬拜主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主。特别过咗呢段嘅疫情嘅时间，特别是过了这样一段有疫情的时间。有啲嘅弟兄姊妹都就有咁嘅表示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表示。啊，网上都几好啊。所以说在网上敬拜也很好啊。啊，可以喺屋企啊饮住咖啡去听到。可以在家里喝着咖啡 来听到。前几日就同香港我哋嘅我母会嘅一个姊妹倾偈嘅时候。我嘅母会啊，香港嘅。就是前几天在跟香港牧会一个姐妹来聊天。佢话佢哋教会都系人数少咗好多。他也说他们的教会的人数也少了很多。但有啲人咧就去喺网上边拣一啲自己中意听嘅讲道。就是那些人就在网上挑一些自己喜欢听的道。啊，咁就代替咗主日嘅崇拜。就来用来代替主日崇拜。啊，代替咗啊佢哋同弟兄姊妹嘅交往。就代替了他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往。喺度岔开少少话题。那在这里也岔开一点小话题。唔系话唔好听到对我哋嘅属灵好大嘅帮助。不是说这样听到不好，对我们属灵有帮助。啊，我哋系应该嘅。我们是应该的。但系听到唔等于去主日崇拜。但是在家里听到不等于去参加主日崇拜。因为主日崇拜系我哋嘅屋企。因为主日崇拜在家里。虽然我哋屋企冇嗰啲大鱼大肉。虽然我没有在家里大鱼大肉。啊，冇嗰啲珍馐百味。没有那些珍馐百味。但系喺屋企嘅里边嘅就系屋企嚟噶。但是在家里就是在家里。系同埋我哋嘅家人喺埋一齐。在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。系要我哋付出。需要我们付出。系要我哋去彼此建立。需要我们彼此的去建立。所以系唔同噶。所以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我哋有冇咁样嘅诚心啊？不辞劳苦咁样去追寻神呢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诚心，不辞劳苦的来追求神呢？好似呢班嘅博士一样，就像这班的博士一样，佢哋嚟到嘅目的，他们来的目的，要做嘅系咩咧？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系要去敬拜呢位嘅主，是要来敬拜这位的主。啊，咁远走到嚟吓，做啲咩啊？他们这么大老远的来了，他们做的是什么呢？原来敬拜系咁重要嘅，原来敬拜是这么重要的，系咁值得佢哋放低一切。是这么值得他们放弃一切啊！咁劳苦咁样嚟到呢个嘅地方，这么劳苦来到这样的地方，就系特别咧要去敬拜一下呢位嘅神，就是为了来敬拜一下这位神。正如我哋每个圣诞节都系咁样去做，虽然我们每个圣诞节都是这样做，因为佢嚟到敬拜神，因为他们来到敬拜神，佢嘅生命里边得到嘅改变，因为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，圣经形容佢哋咧大大欢喜。圣经里面形容他们是大大的欢喜，这个就从一个的信息变成一个他的经历，这个就从一个信息变成他们的经历。他们不是只是知道有一个王的降生，他们不单单知道有一个王的降生，当他跟这个王有接触的时候，当他们跟这个王有接触的时候，他就大大的得着欢喜，他们就大大的 得到了欢喜。当马太福音去了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当马太福音来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用了一个的名称来称呼耶稣，他用了一个名称来称呼耶稣。天使向约瑟来报信，就天使向约瑟来报信，他说这个孩子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，他说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大大得着喜乐，我们就大大的得着喜乐。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，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不是一个的知识，不是一个知识，而是一个的经历，而是一个经历。他们来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只是空手的来，不是只是空手来。圣经说他们带了三样的礼物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带了三样的礼物，黄金、乳香和没药，是黄金、乳香和没药，这些是最好的礼物，这些是最好的礼物，最珍贵的礼物，是最珍贵的礼物。大家可能认识黄金的珍贵，大家可能认识黄金的珍贵，但是乳香和没药，就是乳香和没药，都是很珍贵的，也都是很珍贵的。这些都是一些当时很
即係價值好高嘅一啲嘅商品。這些在當時都是一些價值很高的商品，比較黃金仲貴嘅，甚至比黃金更貴。所以我哋見到佢哋所獻上嘅，所以我們看到他們所獻上的係最好嘅禮物，是最好的禮物。我哋嚟到主嘅面前帶嘅係乜嘢咧？我們來到主的面前，我們帶的是什麼呢？最好嘅禮物係咩咧？最好的禮物是什麼呢？其實聖經話俾我哋聽，就聖經告訴我們，最好嘅禮物就係我哋自己。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。我愿意嚟献上嘅时候，当我们愿意来献上的时候，神就睇我哋所献嘅系最好嘅。神就看我们所献的是最好的。我哋总结一下呢啲寻找主嘅人。我们来，概括一下这些寻找主的人。有五样嘢我哋好特别留意得到嘅。对，有五样东西是我们特别要留意到的。佢哋系好努力嘅去寻求主。就他们是很努力的来寻求主。当我哋揾到主嘅时候，当他们找到之后，有敬虔嘅心，有敬虔的心，去了敬拜佢，嚟敬拜他。佢哋将最好嘅嚟到奉献，他们将最好的来奉献。然后佢哋嘅生命得到一个嘅改变，然后他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改变。呢个系一个佢哋主经历主嘅一个时刻，这是他们经历主的时刻。系一个啊，唔系即系知道咁简单。这是他们不单单知道这么简单，而是一个生命的经历，而是一个生命的经历。最后他们是为主来做见证，最后他们为主做见证。我看到寻求主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到寻求主的人，那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什么关联呢？那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有什么关联呢？怎样将这个信息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怎样将这些信息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？有人讲过一句说话，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在我们人的一生里面，就是在人的一生中，当我们醒着的时候，当我们起啊醒，当我们醒着的时候，有三分一的时间在找东西的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寻找东西。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我手机放在哪里啊？是我的手机放在哪里？当我找铅笔的时候，就满台都是间尺。当我哋揾铅笔嘅时候咧，当我们找铅笔的时候，就揾到好多间尺。间尺啊，呢个就会就找到很多的尺子。啊，但如果我哋揾尺间尺嘅时候咧，我哋揾到好多笔。但是当我们在找那个尺子的时候，我们却找到很多的铅笔。啊，我相信大家即系得闲无事咧，都可能咧上下网。我相信大家有空的时候都会上网，或者睇下 YouTube， 或者看 YouTube。你打开 YouTube 第一样系做咩咧？打开 YouTube 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？系咪喺上边嗰度打一啲嘢落去，然后揾呢？是不是在上面打一些东西，然后去找呢？其实我哋嘅人生里边都喺度揾紧嘢。其实我们人生也一直在找寻找某样东西。特别喺过去啊呢段疫情嘅期间。特别在这段过去的时间，就是疫情当中。我哋好多时候都思想下，咁我哋喺度揾紧啲乜嘢啦？那我们都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？一个疫情嚟嘅打击，一个疫情的打击，令到我哋去好多嘢有另外嘅睇法。让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有另外的看法。你有冇去反省呢段嘅期间？你有没有去反省在这段时间？我哋到底喺度揾紧啲乜嘢？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？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揾到乜嘢能够令我哋得到满足？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找到什么才能令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？让我们在寻找这个主题的里面，让我们在寻找这个主题里面，看一下圣经怎么跟我们说，看一下圣经怎么跟我们说的。我发觉有很多的题目可以讲，我发觉有很多的题目可以讲，因为寻找这个字在圣经里面 出现有百几次，寻找这个字，因为寻找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一百多次。但我今天只是集中有四点跟大家分享，但是我今天只是集中在 四个点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寻求主的救恩，就是在寻求主的救恩，寻求与主交通，寻求与主交通，寻求天父的信息，是寻求天父的信息，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，寻求得到他的喜悦，就是寻求得他的喜悦，寻求主的救恩，是寻求主的救恩。好多时候让大家想到，可能对一些未信主的人，可能大家会想到一些还未信主的人，因为他们需要主的救恩，因为他们需要主的救恩。
但我哋一班已经系信咗主嘅人，但是我们这班已经信了主的人，我哋系咪仲需要去寻求佢嘅救恩呢？我们是不是还适合去寻求他的救恩呢？历代志呢段嘅说话，历代志下有这样一段话。啊，当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之后，就当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之后，将我哋要奉献呢个圣殿嘅时候，当奉献这个圣殿的时候，佢有咁样嘅祷告，他有这样的祷告，就称为我名下嘅子民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谦卑自己，若是谦卑自己，祷告寻求我的面，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相信在疫情的期间，大家收到这段的经文应该不少。我相信在疫情期间，大家收到这段经文是不少的。我们都看到医治我们的地，我们都看到说医治我们的地，但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要寻求神。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要寻求神。寻求他什么呢？寻求什么呢？寻求他的救恩，寻求他的救恩，寻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寻求他赦免我们的罪。我记得几个月前晓波弟兄在这里分享的时候，几个月前是小波。记得几个月之前，小波弟兄在这里分享的时候，他都提到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认罪。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向神认罪。但困难过了之后，我们就将神忘记。但当困难过去之后，我们就将神忘记了。我们心刚硬。我们的心刚硬。我们再不会向神面，在神面前要低头。我们再不向神面前低头。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谦卑。在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谦卑，因为我们需要神医治我们。因为我们需要神医治我们。但是当神医治我们之后，但是当神医治我们之后，我们仍然把它忘记。我们仍然的把它给忘了。疫情的再一次的爆发，疫情再一次的爆发，让我自己来想下，让我们自己来想一下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样的态度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这样的态度？稍微好啲。如果稍微好一点，我们就将那些不好的行为再一次全部拉回来，我们就把自己那些不好的行为全部又全部拿出来，好像说一切已经过去了，好像说疫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就没事了，我们现在又没事了，可以走回我们旧时的道路了，我们再走回我们的老路。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寻求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寻求的，就是神的救恩，就是神的救恩，神的赦免，神的赦免。我们仍然要谦卑在他面前，我们仍然要谦卑的在他面前寻求他的医治，来寻求他的医治。这个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寻求与主的交通，第二个是寻求与主交通。我这里引用了四段有关诗篇的文章，我在这里章节在这里一年有四篇有关的那个诗篇啊，诗篇里面好多讲到人同神之间嗰种亲密嘅交通。在诗篇里面有讲到有很多人跟神的那种很亲密的交通。喺嗰个交通嘅里边，佢好似真系咧揾到主啊，面对面咁样嘅亲密。在这种交通里面，人好像真的找到了那种跟主面对面的那种亲密。好似同我哋今日嘅属灵嘅生活，我哋嘅经历好似唔系好相同嘅。好像跟我们今天的那个属灵的光景，那种生命很不一样。我哋睇下呢啲嘅圣经。我们来看这些经文。我哋要比对一下我哋同神嘅关系。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哋嘅读经，我哋嘅祷告。就是我们的读经，我们的祷告。我哋每日嘅行为。我们每一天的行为。对我哋有啲咩帮助咧？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诗篇六十三篇话。诗篇六十三篇。神啊，你系我嘅神。他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我要切切嘅寻求你。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渴疲乏无水之地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的心灵渴想你，我的心灵渴想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，我的肉身切慕你。看不看到这段的圣经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段的圣经？除了它的文字很美丽之外，除了它的文字很美丽之外，它的全人的这样去来投降在神的里面，就要全人的都降服在神里面，跟他有个亲密的交通，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，心灵的渴想，这心灵的心灵的渴想，这个是不是你那个属灵的经历呢？这个是不是你属灵的经历呢？我再来读到最后一节，
我们就来读最后一节诗篇第四十篇那里，这是诗篇四十篇，愿一切寻求你的，愿一切寻求你的，因你欢喜快乐，因你欢喜快乐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，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，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，当牧羊人找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当牧羊人找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很开心，他们很开心，他们将这个信息来传开，他们将这个信心传开，当博士来找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当博士找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生命有了改变，他们生命有了改变，大大的欢喜，他们大大的欢喜。我想我们跟主的交通都是一样，我想我们跟主的交通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跟他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也都会因为这样欢喜快乐，也会因为这样的欢喜快乐，主的喜乐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主的喜乐常常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尊他为大，我们尊他为大。第三，寻求天父的旨意，第三是寻求天父的旨意，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，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讲到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讲到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他接近的时候去求告他，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。现在就是神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可以找到他的时候，现在就是神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可以寻找他的时候。这段圣经我们常常用在来做报道会里面用，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应用在布道会里面。我的意思就是寻找神，就是寻找他的救恩，意思就是说寻找神就是寻找他的救恩。但是下面那段告诉我们，但是下面那段告诉我们，这里所讲的就是神的意念，就是神的意念，神的道路，神的道路。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追寻的呢？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呢？我们是追求我们自己的满足，我们是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满足。我想做什么，神就来帮助我。我想做什么，神就来帮助我。为什么我们思想的就是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那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在哪些路上去带领我们去行？你在哪一些路上带领我们来走？特别这个疫情的时候，希望大家真的好好的反省。特别在这个疫情期间，让我们大家好好的反省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用一个名称叫做一个转折点。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名称叫做转折点，可能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要思想，可能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要思想，神的旨意怎么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呢？那神的旨意怎么样子在我们生命中显现呢？我们大家希望大家来追寻祂的意念，希望我们一起来追寻祂的意念，让祂的意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实行出来，愿祂的意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彰显出来，实现出来。最后是寻求他的喜悦，最后是寻求他的喜悦。我们每一个打工的人，是每一个打工的人，我们都会寻求老板的喜悦，我们都寻求老板的喜悦。这样我们又有人工加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加工资。我们做生意的，我们做生意的，我们都寻求我们的顾客的喜悦，我们都要寻求顾客的喜悦。当他们喜悦的时候，他们会落多些单给我们，当他们喜悦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多下点单。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，寻求哪个的喜悦呢？要寻求谁的喜悦呢？罗马书很熟悉的经文，是罗马书很熟悉的经文。我们心意要更新变化，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。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刚才我们讲过寻求神的旨意，帮助我们来寻求神的旨意。罗马书就告诉我们，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寻求神喜悦的旨意，要寻求神喜悦的旨意。这个是从我们心的里面的变化开始，这个是由我们心里面的变化开始的，以至来表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，以至来表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寻求主，来喜悦我们，用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寻求主，来喜悦我们。所以我再选多两节的圣经，所以再多看两节的经文。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说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的喜悦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
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，对神的认识更加有长进，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有长进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也都话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，保罗对当时的教会的弟兄话，就保罗对当时的教会的弟兄说，我靠着主耶稣求你哋劝你哋，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。既然你哋领受咗佢嘅教导，既然你们领受了我们的教导，知道点样行事为人能够讨神的喜悦，知道怎样行事为人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就要其实你哋要咁样做。其实你们也要这样做，但系要更加努力去做。但是要更加努力的去做。所以今日让我哋有思想寻求主嘅时候，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想，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唔系只系向住某一个方向。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朝着某一个方向，而是四个方面都去寻求，而是在四个方面都去寻求，寻求主来拯救我们，寻求主来拯救我们，寻求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，寻求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寻求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寻求祂喜悦我们的生活，就寻求祂喜悦我们的生命。有一节圣经大家好熟，有一节经文大家很熟，主耶稣他自己的应许，主耶稣他有自己的应许，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就你们求什么就给你们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寻找的就找到，叩门的就给你开门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大家都熟悉这段的圣经，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圣经，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，我们就会将它们演绎为我们需要什么求耶稣，耶稣都会给我们，我们就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我们需要什么，主耶稣都会给我们。今天我们看的是寻求主自己，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我们要寻求主他自己。如果我们这样寻求的话，如果我们这样子去寻求的话，这一节圣经对我们有更有意义，那这节经文对我们就更有意义。我们有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有了主耶稣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就一无所缺，我们生命就一无所缺。凡是这样去祈求的人，凡是这样去祈求的人，神就会应允我们，神就会应允我们。我们去了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我下面想有一节回应的诗歌，下面有一首回应的诗歌，我们要请众宾上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。我们有请众宾弟兄上来跟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，一起唱。心切切渴慕你，感恩贫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完全属于你，只愿更多与你相亲。三篇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，
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我要永远地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来爱你，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，我要切切寻求你，感恩贫乏无水之地，你是我一切，我心不住思念你，只愿与你面对面，我要永永远远低头，我们来祷告，让我们一同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主耶稣啊，你是我们生命最美的一位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生命里面最美的一位。主啊，有些时候我们远离你，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埋怨你，我们离开你。当我们挂虑世上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远离你。主啊，今天借着这个圣诞节，我们思想你的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好像牧羊人，好像博士一样来寻找你。我求你来帮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，请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圣洁的在你面前能够与你有交通，有密切的关系，好像诗歌所说，切切的渴慕你。主啊，你是何等，我们是何等需要你，你常常在我们的身边，不要离开我们，以马内利常与我们的同在，帮助我们明白遵行你的旨意，也帮助我们逃出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自己，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的恭敬的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是守圣餐的时候，啊，等那个，把它按这个红色的箭头，哦，也这个也可以啊。圣餐啊，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一同的来领受圣餐啊，有一个多月的时间。我们很开心，今天我们可以聚首在一起，实际的啊，我们来守这个圣餐。这个乃是主给我们的吩咐，但是吩咐我们常常这样做来纪念他。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在主的家庭里面，已经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欢迎大家一同来，我们一同领主的圣餐，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。
我还是想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，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，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就祝谢，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，他也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我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来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饼喝这杯，是宣告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”所以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，就宣读我们的信仰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。让我们一同来起立，我们来读使徒信经。我们大家一同开口来读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成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葬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我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的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，求主来饶恕我们的罪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五十一篇，我读起，请大家读音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，按你丰盛的怜悯除去我的过犯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你所喜爱的是耐心的情绪，求你在我隐秘处 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眷念不看我的罪，除去我的一切罪孽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犯祭你的也不喜悦。让我们用这段时间靠着圣经的提醒，圣灵的光照，在神的面前摸祷，为我们所犯的罪求神饶恕赦免。诗人的救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唯有你是我们得救的原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行救的，赦免我们的罪，靠着你的宝血，靠着你的身体的掰开，主啊，你就使我们的洁净，也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得着你的大能的医治。主啊，我们都献上感谢。那我们今天在你面前，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不正当的地方，没有讨寻你喜悦的地方，思想或者行为，或者我们所说的话，任何的地方来得罪你的，主啊，求你按照你公义慈爱来赦免我们。我们愿意
悔改，在你面前痛悔，我们愿意转回归向你。我们蒙你的赦免以后，我们就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来让人家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这样的祷告也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主是赦免我们的，圣经的应许约翰一书里面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，不但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让喜乐的心，让平安的心存在我们的心中，也愿意我们将这个平安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。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也将这个平安来转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请听圣经的话，主耶稣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，信我的永不干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在你里面就没有生命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。我的肉是真的可吃的，我的血是真正可喝的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为了饼跟酒，我们再留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粮，你的宝血赦罪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，我们求你临格在我们的当中，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的清楚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你，是为了感恩，是为了宣告你自己的名，让一切的重赞荣耀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个饼，就掰开，递给门徒说：“这个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”准备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。这是主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
差主耶稣，我们在献上感谢。如果没有你为我们来牺牲，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，我们今天还是在罪中，我们没有被释放。但你已经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，成为了赎罪祭，也为我们来复活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就让我们领受过主你的圣餐，宣告你的死的之后，我们的生命都去改变。我们往后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做荣耀你的儿女，做一个你人为荣的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